点办入住，所以先来这边看扫街的地方，然后找点吃的，买一些香芋小丸子。下面再拆开看一下，超级的流水线。等等，你好，几个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因为我们选的是带走，所以他给的是这种盒子，不然他给那种小船。怎么样，烫吗？嗯，有点烫，味道不错。不错 ，OK。现在放好行李出来了，等下去吃饭，然后在这边边上就是道顿谷，然后晚上有时间的话就去有一个花火大会。没有买票，就是在外面看，去蹭一下那种免费的。当当当当，我们过了一个街。去吃上次和七香老师吃了，然后他念念不忘的鳗鱼饭。我们来吃上次跟七香老师看的这个鳗鱼饭。我点的是鳗鱼和牛，但是鳗鱼的爽爽爽爽，真的很喜欢，即将成为我的大阪定番。很好吃，就是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话是一半半两个鳗鱼吧。我是不会跟人分的。真的干嘛了？这样吗？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要去看烟火哈。我们坐到合格山市方向的普通列车，全都是人啊，是大家全部都是看花火大会的，造成堵塞出不去，笑死了。哇，我们去寻找一些有没有可以的观赏位。寻找位置中，其实也不知道哪里。哇，大黑吉之雕我可喜欢了，超级萌。不是，是类似那种水雕的那种长长的那个雕。好多自行车停在草坪上，好青春呐、啊！前面就是小摊了，右边也是。我们要开始在这个地方寻找位置了，大家都在上面走，应该都铺了那个露营的垫子。这个里面就是买了票才能进去的。还有带这种充气的天才，爬到树上的，好多人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我也找到了一个在树上坐着，然后后面靠了一棵树，然后等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看见的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我出来找有没有那个卖伞的地方，但没找到，雨下超大，现在。下了雨，然后现在雨变小了，但是我妈说决定回去了，不敢看了。我们再回去，回城中。现在是一个大师发在这个车站前卖这个车站，然后还有五分钟，我们打算在这看看它会不会放，应该是会放，因为现在雨停了。它好像是晚半个小时才放，但是打算回去了。等车，等回去的车，还挺好玩的。最后起码看到了一眼。现在坐车回去了。今天出去吃好多好吃的，这个是我都是在日本的东西吧。我就知道我买很多，所以我都根本没有带什么很多过来。真的，我带过来的衣服都不够凑齐这几天的，我就想着我在这边买。哇！螃蟹和炸串，这两天还得去吃个炸串。哇，前面好多、啊。到啦，晚上可以再来。看那个唐吉诃德的
亮，晚上是黑的，然后就会很多很多人。所以现在白天来其实没那么好。有一个超级大炸串，笑死了。这居然还有螃蟹冰淇淋，我服了，这什么鬼味的？来吃一下这个超大招牌的炸串。哇，还有一个锅，那是超值。它是用这个点菜可以选择语言，我给你们点了一个这个炸串类的这个。哦，它还可以单点。当当当。然后这是酱汁。特别炸串就是要刚热的出来好吃，这炸串真好爽，你吃吧。嗯，好下香，好爽啊！这个南瓜好吃，我觉得蔬菜炸串很好吃，这蔬菜我和蔬菜比肉还好吃。你们是新大侠，德里高先生，这还有个蜘蛛侠，新大侠里溜一下，这有一个二手的。上面是中国的衣服什么的，在新街桥路过了 Jump Shop， Jump Shop， Jump Shop 在哪里？九楼，怎么去看看啊？但是我推没有 Jump， 但是我推没有，所以拜拜了。Vigo， 看看有通包。上了二楼以后好多通包，这个自组的这种。我来了，拍过的六楼，我妈想看，哦，五楼和六楼，来，哇，这还有露营设备，有一个巨大的汉堡，哦，是的，那还有气泡啊，小心，这边有联动咖啡厅的，不知道他卖什么的，所有店，三奇趣，嗯，哇，这个是那个千与千寻他们吃饭的那个棚子。然后还有电车，这还有电车哎！模拟蒸汽店，哇！我们现在来一大碗粥，这每个喝的。结账的时候看到一个豆大福，买一个。我们到大阪城公园了，看见现在挡住了，先说。这首歌被那个树挡住了，这个水有点少少的，干掉了一些。哇，嗯，这居然还能体验火窗，惊呆了。哦，这首歌到啦。为什么也说？They win everything. Inside this is danger. Okay.Inside here, maybe you die. 我们在排大阪城，然后看一下这个，尝一下这个豆大福。这是普通的味道。我妈拿了一个简体中文，然后拿了一个日本小孩子用的，我觉得这个看着更清楚哎。我们来排一下电梯，这个电梯也不是很长。上来了。下面是个水，下面在划船呢。现在到。蓝色绣球好漂亮，看是不是好看。我们来吃一个网红的蛋包饭，希望这边没有人排队。哦，好像没有，因为现在是一个不是吃饭时间，现在下午四点半。这个浪花它已经卖完了，所以关店了。买了一个六个小章鱼，来吃一个大阪烧。哦，我们的肚子
你不好分。下面是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它等餐估计会直接递到这里。瞅瞅呢，明美在这里等待。饮料点了它的特制苏打，我感觉猜测是不是上面是雪碧，下面是可乐？不对，下面是茶，不是雪碧，就是茶的苏打的感，苏打水的那种泡的感觉。我妈评价说味道有点怪，真假的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也想喝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我妈觉得味道有点怪，好吃好吃。我很适合日本的食物，我妈不喜欢甜咸口，所以。现在草这边的顾客，看看，好难找，哇！啊！最高级食物。我们现在去，今天去那个通天阁，然后因为今天就要走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卷头发，因为赶着退房进场，今天省点时间。到了通天阁，这边的招牌都好有感觉呀，哇，感觉还可以。这个寿司应该是和鬼灭联名的，哇，超级！哇，这家店好像很有名，很多人在这里都有签名会会的。哇，很多哎！这个是烤牛舌，这个是一个炖的什么牛的什么，好像是炖的牛筋，然后这个是烤牛舌，这是下酒菜的感觉，人家是。这个很好吃，然后炸串上来啦，这是巧克力 banana 巧克力香蕉，这是甜点，其他是炸串，然后它有这个蘸的酱，它是一盒的这种，就这样把它拿进去泡一泡就可以了。这是鸡蛋卷，没事儿的，味道还不错。然后遇见了一个就在通天阁下的一个咖啡，因为那个吃完饭了，然后通天阁要排队，所以就来吃这个红茶。耶，我们点的上来啦，请教一下这个奶精，咱这个咖啡果冻很甜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圣代。我们到梅田啦，好多人啊！哇，十七楼，这应该是零零咖啡甜点，还有卖果汁，这还有张票。我来做了，我替你们。现在到底是没有太阳，还好。我现在坐到另外一边。
结果里面全部是那个红色框架，但是这个里面真的很吵，隐蔽真的很吵。连上蓝牙了，爽！终于到顶了，马上就顶。我们来这吃吃肉。牛背肉够不够？那我点一个这个吧，稍微多一点。进来以后先点个饭，然后可以选你的口味。这是我的小票，他进来以后让你选口味和饭的大小。看一下刚刚买的，这个是之后去露营的时候就打算用，用那个另一张，冷的时候就让另一张更暖和一些。这个是那个露营的时候可以过火的那个。这个淋酱也在用这个，可以转换吃麻豆腐口。哇，超级！我妈这边是黑毛和牛，我这是三种肉。但是其实我看不出来他们哪个是哪个肉。嗯，好香啊，而且不贵。尝一下我妈妈，嗯，你这也好小。看这下我刚买的毛毯，新来印的毛毯。也不能说是毛毯，就是个小毯子，夏天的时候盖着还可以，冷的话可以稍微扒一下。我点的宇治的宇治茶，然后点了一个蒙布朗，然后我妈的咖啡，就是他们店经典的厚香浓咖啡。我们走之前在了唐吉诃德，看肯定是要买的。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巧克力是这个三丽鸥尾包装。哎，买了个白色箱子。这个这个